如果我不知道，就不能进这间教室上课是吗？季云没有立刻回答，却反问道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？”季云感觉到这位男老师带着一股子傲慢。明明选学自由，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踏入任何一间夏日课教室，怎么他不太欢迎自己的样子？任何一位想学现代诗的学生，我都很欢迎，而且会用心解答。但别有目的的，还是不要来破坏这诗堂的气氛了。 诗词是很圣洁的，每一位诗人也是值得我们敬重的。男老师仿佛铁了心要教育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男生们，继续滔滔不绝的说道：“老师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左脚先踏进这间神圣的诗词教室？”季云说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在告诉你，要学你就给我用心学，要怀着敬畏的心去学，不是让你们这些男生来这里玩闹的。” 男老师语气立刻严厉了几分，所以老师为什么觉得我不是来好好学的？季云接着反问道：“那你说说看，黑板上写的这首诗后续是什么？又出自谁的手？”男老师越发不耐烦了，原本想借着这个晚到的学生来教育一下班级里的那些男生，不要亵渎的现代诗词，却不曾想这学生嘴还挺硬的，接二连三的反问，完全一副不服的态度。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迎着一阵和煦的暖风，拨乱着自己的刘海。紧接着纪云念读了起来：“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那青那娉婷，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，你是天真庄严，你是夜夜的月圆。”在念到这个夜夜的月圆时，纪云特意往秋木所在的位置望了一眼。 随后才将后面的几句诗词徐徐道来。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希望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一声声轻轻的念出，没有舞台上那过于刻意的朗诵腔，仅仅只是在用一种非常寻常的口吻，在一字一字的轻轻诉说，在温柔的表达。秋木望着这个站在教室门框下的男生，眼神不由自主的产生了变化。不得不说，会念诗的男孩子真的很帅。 教室里，许多女生们的眼睛里都有了一些闪烁。尤其是纪云所流露出的感情，并不是刻意的，仿佛真的是一位已经踏足山巅、寻觅自由的浪子，蓦然回首的那种深情与忧郁。纪云将整首诗原原本本的倒了出来，这完全出乎了年轻男老师的意料。说实话，这首诗他都还不会背，但这个男生明显是很熟悉的，念读时的停顿都恰到好处。嗯嗯。 你找个位置坐吧，非常好。男老师脸上露出了几分尴尬，最后不得不挤出了和颜悦色的笑容，请纪云到教室中。纪云点了点头，意气风发地朝着教室里面走去。哎呀，秋木同学，你也在啊，真是巧了。纪云径直走到秋木那，然后开始了他无比拙劣的表演。他的这个表演是个人都觉得夸张和好笑，包括秋木也是忍俊不禁。 怎么刚才还一副专注而深情的文艺模样，这才走了几步就化身成了逗比？同学，让一下，我和他是一个班的，我们以前是同桌，和他一起坐习惯了。季云也是一点都不客气，驱赶了坐在秋木旁边的一个男生。那位男生瞪大了眼睛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季云直接就往座位上坐，那男生不得不让。这首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。 其实还有一种见解，说是林徽因悼念徐志摩。年轻男老师开始有模有样的讲解起来，他讲解的并不是很深。这年头有太多所谓的青年用诗歌来粉饰自己，就为了那“文艺”二字。可真正用心去学习与用心去写的确实太少了。季云初中的时候，其实也有一些文学功底，那个时候也疯狂地迷恋着现代诗。 但这些飘渺而纹皱皱的东西，最终还是很容易被男生贪玩的本性给打败。篮球、足球、游戏、滑板、骑行，显然这些会成为纪云更大的热爱。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气度与眼界的，而非是我学了我比你有档次的那种清高自傲。叫现代诗歌的这位男老师，典型就是后者。纪云对他没有半点好感，还不如自己拿几本诗集。 掺着自己这还算颠沛流离的人生，慢慢的去品，慢慢的去读。初中时自己阅读时，浪漫而天真，畅想的都是美好。现在在读的时候，季云却有了不一样的感悟。种种美好如过眼云烟，不曾把握，也不曾珍惜。追忆时心酸不甘，醒来时依旧麻木。滴滴，正念着杨绛的诗，男老师的手机响起来了，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 这位诗歌男老师接听完后皱起了眉头。老师，这临时有事，今天课程要提前结束了，你们可以自由交流诗词，去做别的事情也可以。男老师说完这句话，便匆匆离开了教室。纪云看了一眼时间，十点十五分，自己还有五分钟时间啊。老师一走，诗歌班级里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。本来就有几个男生目的不纯。 他们立刻开始如孔雀开屏一般，展露出了自己的诗词才气。纪云本来就是想来好好上一堂课的，没想到老师跑了。西边走吧，成天待教室里也闷。纪云对秋木说道。秋木看了一眼外面，太阳吞噬的缘故，阳光已经不那么热辣了，却倒有几分四月天的感觉。呃、好啊，秋木也没反对。校园靠近后山的位置有一条山溪，那里有草坪。 有青柳，原本秋木就喜欢在这里看书。步行没几分钟，季云和秋木就到了清凉的山溪边。溪流很清澈，可以看到溪底的鹅卵石。山叶从高山处如小舟一般流淌下来，更衬托出了溪流的洁净。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。季云突然诗兴大发，顺势念出了这段诗来。秋木听到季云即兴读出。 清澈如溪的眸子有明显的荡漾，这是自己最喜欢的诗呀。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。秋木下意识的小声念道。季云内心一边举起恶魔小叉叉，一边温文尔雅的笑着念道：“你的心如小小寂寞的城，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。穷音不响，三月的春雷不接。你的心是小小的窗，飞紧掩。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，我不是归人。” 是个过客，在念最后一句“是个过客”时，纪云有意加深了情绪，就仿佛自己已经意会了，一切都在不言中，一切都在这诗词里。秋木一开始只是沉浸在这首诗词中，每每他独特而忧伤的语句响起，秋木心总会触动。他喜欢这种朦胧，意会高于宣告，所以他也不喜欢任何一个男生信誓旦旦的向自己表白。他喜欢留有余地。 哪怕有点点喜欢，他也希望不要轻易捅破这层朦胧的关系。毕竟他们都还只是学生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成年后，像是丢了魂一样，不怕死的征服雪山，无栖息之所的骑行边疆。我梦见身边的人渐行渐远，梦见了自己如小丑一般出现在我们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。你依旧那么灿烂夺目，而我不敢上前询问你的近况。季云缓缓的到来。 秋木抬起目光，注视着讲述这个梦境的纪云。不知为何，他感觉此刻的纪云真的像年长了很多。而他所说的这个梦，如他亲身经历那般，只是梦，对吧？秋木说道：“是啊，只是一场梦。醒来后，我最想做的事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纪云洒脱一笑，道：“是什么？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不应该给你造成困扰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只是想做你的过客。” 但做了这个梦之后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再给自己心中留下遗憾。”纪云接着说道。“纪云，我秋木的内心已经陷入到了挣扎。你不用回答，我不应该对你隐瞒的。其实我，我得了绝症。”季云缓缓的到来，搭配上之前诗人的忧郁与沧桑，这句话显得格外真诚与真实。秋木惊讶的张开了小嘴：“我的雪山，我的边疆。” 怕也都只能够在我的梦里了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见一见十年后的你，一定如我梦中一样璀璨如珠，但我应该没有机会了。纪云接着说道。溪流潺潺流淌，但溪水却开始浑浊。纪云的这番话也搅浑了秋木心中的一池子清水，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答。这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。也就是说，纪云不是莫名中暑，对吕静的惩罚。 也是他留给楼宇最后的礼物。他明明这么有才华，为什么老天爷要嫉妒他？那天我刚得知自己的身体情况，我承认我当时很害怕，所以才会鲁莽地对你说的那些话。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了，我会努力治疗，争取活到你出嫁的那一天，可以和其他同学们一起参加你的婚礼，看看十年后的你，看看你心中的归人，他一定很优秀，很出色。 纪云挂着一个即将逝世,世的温柔微笑，脸颊上满满的幸福期许，满满的治愈成全。纪云，我，我，我没有将你当作过客，你在我心里。秋木一下子慌了，并告诉了纪云自己内心的想法。别，纪云将手放在秋木的唇边，不允许他说出这番话，千万别说出来。我只能是你的过客，会有天使替我来呵护你。秋木一听。 眼泪都快要涌出来了，他都绝症了，还处处为自己着想，自己怎么还放任三天对他不理不顾？自己真是个坏女人，我该走了。临别前，我想吻吻你的脸颊，可以吗？纪云提出了自己的最终要求。秋木心里防线早就被击溃了，没有摇头，也没有点头。纪云低下头，缓缓地将唇凑了过去。秋木立在那一动都不敢动，突然。 秋木感觉唇儿上印上了一个大大的嘴，自己的唇边如一颗精美的软糖，正在被细细温柔的品尝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吻让秋木脸颊扑红，他慌乱的不知将小手往哪里放。而纪云的气息如骄阳烈阳般火热，强大而温暖，正将他给彻彻底底包裹住，让他动弹不得，身子骨甚至有些酥软。原来亲吻真的有电流，令人发麻，尤其是毫无防备的，用情至深的。 偷偷摸摸的拿下季云心中的叉叉，已经倒举小恶魔了，这感觉不要太爽！十年后你再高不可攀，初吻也是老子的，哈哈，自己可真下头啊！不过谁让自己高中颜值巅峰，气质出众，学识过人，品行端优？秋木是女神没错，自己季云也是高中男神，好吧，以后混成什么逼样暂且不论，凭本事拿下秋木的初吻。 就是比肩和阎王抢人的傲人战绩。